那个小鸭同伴真的跑掉了。他不是显示已经加入我军了吗？已经显示加入我军，哎，好像有看到。好，回去教会看一下。然后进去，然后他不见。希望不要就变成这种轮回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火车不咬人。啊，我要替换，我要替换，把你换下去啊。哇，等能力蛮低的，但是我相信他后来一定非常厉害。黑色戒指能给他吗？能力直接加10，好，来射出。我看我能不能洗出来。再来。哦，第二次就 OK 了。1,2,3 还算可以。接下来就是小鸭要注意一下。全部资源都在主角身上，看你怎么打。哎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哦，还算 OK。
この霊気に耐えられるか。地下室妖精灵魂，而实际上法师也不会用物理去打人啊。学这有学跟没学差不多。好了，有点用。哦，这我喜欢，我喜欢这血量，我喜欢。就剩下6滴，等一下给那个鸟人。试试看，一下子，一下子，不错了，神よ。
エルベセルの蔵に祝福あれ。又来，双重麻痹，この霊気に耐えられるか。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一只，其实我有点害怕，先把它放在后面。
哇，太大力了。哇，小鸭该不会变成像二代龟龟了吧？超级难练。到后面龟龟根本就是吉祥物。下去看看，
一滴，有容，吃酒一滴啊！哈哈哈！我血量蛮高的。冷気に耐えられるか。出来了，造造造！我还好还好。
冷気に耐えられるか。我退还了。我可以帮自己加。我就打气了，糟了。
应该没有带新的真元，看一下。哎，对，一击必杀。分歧点有打倒了幼荣，第二部会因为幼荣的母亲发怒，把宝物库通道摧毁。哦，不会吧？要不然我们先来存个存档，存档第二档。啊，太远了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我先复活丫丫再说。